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赖。你是不是也有一个困扰？每天下班下课后，压力很大，想要纾解一下，把吉他拿起来弹奏的时候，哎呀，又怕影响到别人。这真的是一件非常困扰的事情。如果有一把吉他，它可以让你在深夜时刻尽情的享受，而且不会有打扰人的问题，这是不是一件很爽的事情呢 ？OK， 今天的影片我们就要带来这一把吉他，解决你的需求。影片开始之前，先检查一下右下角，帮我们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才不会错过我们的上片通知哦。影片开始。Donner Hush One 这一把外表长得非常奇特的吉他，就是今天的主角。它是一把静音吉他。OK， 那这总共推出了四个款式，有黑色枫木琴身、原木色桃花心木琴身、渐层色桃花心木琴身，最后是原木色枫木琴身。再来，我们看一下其他部分的配置哦。纸板采用的是 HPL。铜条呢，则是特制款导圆铜条，这会让我们在弹奏的时候不会产生刮手的问题，会非常非常的舒服。OK， 再来上旋枕还有下旋枕，采用的是牛骨。琴头的部分呢，哎，看它不见了，它变成了一个挂钩的设计哦，让你想把吉他挂在哪里就挂在哪里。OK。接下来往背面来看，琴颈的部分呢，跟琴身是一体成型，所以如果你选择的是枫木琴身，那相呼应的它就是搭配枫木的琴颈；桃花心木琴身搭配的就是桃花心木琴颈哦。既然这是一把静音吉他，相对的它一定会有所谓的拾音器。模组的部分总共有三颗转钮，音量、低音、高音。最左边呢，还有一颗相位，最右边有两个 3.5 的接口，一个是音源输入，另外是耳机孔。调音的部分则设计在吉他的最下方，有六颗的转钮。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一把吉他随琴附赠的配件有哪一些。首先呢，它有一个原厂琴带。当你把吉他收纳之后，是可以直接放到这个琴袋里面哦，相当的轻巧方便，出门携带非常的赞。OK， 再来看一下里面还有哪一些小配件呢？好，首先呢，它有附赠一个简易式的调音器，再来一颗 9V 的电池，这边呢还有一组入耳式的监听耳机。好，再来呢，这个是背带。还有一条插琴布，最后是一本使用的说明书，配件相当的齐全，算是相当有诚意哦。以上就是这一把吉他的所有配置介绍啦。在影片的最后，我也会分享我对于这一把静音吉他的所有心得感想，优点、缺点，毫无保留，通通告诉你。接下来进入到试弹影片，来听看看这一把吉他声音表现到底会是如何。Here we go。
影片最后来分享一下对于今天开箱的这一款 Donor Rush One 静音吉他所有心得感想，做工的部分。整把吉他的做工呢，相当的精致哦，包含它的漆面处理相当滑顺。再来，它采用的是导圆的铜条，所以呢也不会有所谓刮手的问题产生哦。整把吉他的做工呢是相当的不错，不过还是有一些小缺陷哦。这把吉他我们刚拿到的时候呢，它的弦距真的是太高了。所以我们还是需要花一些时间来去整理它的上旋枕跟下旋枕，当然呢调整完之后就非常好弹咯。 OK， 做工的部分没办法哦。售价的部分，售价就是这一把吉他最大的优势了。一把做工精细的静音吉他，官方售价竟然只要7600元，这真的是太佛心了。而且他还送了一堆配件给你，甚至还有监听耳机。虽然说监听耳机的等级并不是太高档，不过呢一般日常使用我觉得已经足够了。如果你想要更好的弹奏回馈感，可以自行换一个更高档的耳机哦。音色的部分，这是一把实木的静音吉他，它不像传统的吉他拥有筒身的共鸣，所以在音色上的输出就会显得比较干扁。如果说它的拾音器可以再加上筒身的模拟，哇，那就真的是太完美了。不过呢，你换个角度来说，这一把吉他它只卖你7600元，老实说真的不能再要求这么多了。好，如果他在拥有这些模拟的系统，我相信这个价位一定会再高上许多。不过呢，在我们的试听影片，像我就做了两段给大家听，一段是原声，另外一段就是我加了效果 reverb 在里面。其实加了效果之后呢，它的整体的输出就会显得相当的不错。这把吉他有许多的优点，当然也有缺点。例如它的支架，我个人就觉得有些单薄。对于我们习惯弹奏传统吉他的人来说呢，这个右手的支撑呢，会觉得有一些空虚啊。是他说坐骑太苦闷，我是在安慰他。你也是鸡还是是老母鸡？你有没有曾经何时觉得空虚寂寞，觉得冷？这是一把无琴头的吉他，所以它的调音钮呢是设计在琴的最下方。这个在调音的时候也会觉得有点怪怪的哈，也是真的需要花些时间来去习惯啊。最后是这一把吉他的总重量只有1.5公斤，超级超级轻的，外出携带真的是超方便的，完全没有压力。以上就是我对这一把吉他所有的心得感想。如果你对于这一把静音吉他有兴趣呢，影片下方有我们的商城连结，可以点进去看一下哦。每一把吉他出货之前，我都会调整到最好弹的状态。OK， 感谢支持啦。OK， 喜欢我们的影片呢，也别忘了帮我们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。我们下部影片见。